我说何念晴她不会来了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真的了解何念晴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吗？表面上呢，情姐魅力不减，像个小姑娘一样，那仅仅是因为她身在这个行业而已。其实她的内心依然是个40多岁的女人，保守、顾家，会顾及他人的看法、社会的舆论，跟你我那是不一样的。换句话说，她是不可能爱上你的。 我听冰冰说，赵律师已经买好了钻戒，打算求婚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听这些，但是赵律师更适合他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但是今晚我依然会等。 念晴，你听我跟你解释一下。啊，不用解释了，去吃饭。念晴，行了，不要再叫我念晴了，叫我晴姐吧。其实朱莉也不错的，她也挺不容易的，自己好自为之。